事由老凤祥特别呈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祥冠名播出的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日市场呢，整体是一个缩量震荡整固的态势啊，成交量昨天在突破了万亿之后，今天是略有回落啊，但是依然维持在9000亿之上。可是，在市场的我觉得做多的热点上啊，今天非常明显的进入到了一个休整的状态。首先，在一些情绪的高标上，今天开始出现了比较深幅的调整，不仅仅是像减肥药啊，还有像华为链的卫星啊，或者说手机链的消费电子啊，亦或者说是像汽车链，其实今天很多品种，尤其在高位的啊，都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那在低位的一些方向呢，其实昨天说到几个，比如说半导体啊，比如说医药啊，亦或者说券商，那么今天半导体呢，整体是一个冲高回落震荡的格局。那么医药呢，今天是一个分化的表现，然后像券商啊，也只是零星的个股的表现，都没有形成板块效应，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是要休整几天啊，休整几天之后再向上去拓展指数的空间，还是说依然啊当下处在一个下降趋势调整的周期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指数层面今天整体的表现情况。上证指数今天收盘还是在3000点之上的，收盘是3018点。指数层面其实真的是跌得不多啊，微幅下跌0.09%，缩量啊，回踩5天线，对吧？成交量方面3863亿，昨天是4396亿。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这一波相对来说是这两个指数啊，它的弹性更大，反弹力度更强。那么今天呢是科创五零微幅下跌0.42%啊，还没有碰到5天均线。创业板我们来看一下，0.48%的跌幅啊，也是在昨天的这根阳线啊实体来进行一个缩量的震荡整固。那么上证五零，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0.11%的跌幅，国证2000之前是市场最强的指数啊，今天也是一个缩量震荡的格局，0.6%。所以震荡蓄势之后，还能不能继续向上去拓展空间啊？但是在热点上，我们刚才说到，其实很多核心的标的都已经开始震荡了啊，比如说像汽车链的赛力斯之前已经开始震荡了，然后连续2天江淮汽车也开始调整了。然后如果看手机链啊，欧菲光今天呢也是冲高震荡4.39%的跌幅。还有像这个卫星啊，卫星导航今天天银机电跌了16个点，然后呢还有像减肥药今天跌了13个点啊，所以哪些品种大家还可以去逢低关注呢？半导体啊，今天是一个有新高的震荡的格局。券商我们看一下啊，横盘震荡啊，横盘了4个交易日了啊。创新药今天呢还是有新高的啊，0.66%的涨幅。所以咱们来听一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啊，看看他们去如何判断接下来的市场表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王荣奎、赵鹏鹏还有张耀文，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整体收盘数据的统计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指数层面，指数层面今天全线是绿盘报收，相对来说是上证指数啊跌幅最小。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还有成交额，今天是9194亿啊，相较于昨天是略有缩量。市场活跃度啊，首先涨停家数上今天是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今天只有47只个股是涨停的，跌停的家数明显增加了，今天有16只个股跌停。在赚钱效应方面，相较于昨天也是一个回落，今天是40%的赚钱效应，只有2000只个股是上涨的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指数探底回升，震荡蓄势之后能不能继续上行 ？A 能 ，B 不能。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去参与互动，参与投票。好，这个问题咱们也来听一听三位嘉宾如何研判。先来听听王荣奎啊，觉得今天这个调整，今天看起来还是个正常的调整啊，但是是要调整很长时间，还是说短调就能再上，怎么判断？今天成交量9000多亿，而且呢就昨天达到了1万亿，万亿的级别呢也是好久没出现了，而且长期这段时间调整基本上在5000-6000亿啊，能上8000亿就很少，但是上8000亿我看到
反弹就能持续，所以目前还是处于反弹正常的范围。但是相对于说，假设今天再来个万亿的话，市场可能热情会更高一点。那从现在来看呢，这一轮我们看到这个积极的因素其实在增多，我们期待一个这个质变到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为无论怎么样，就是这段时期的这个比如说财政政策的组合拳，就是万亿国债的这个财政预算的调整发行，然后就是也是支持，就是显示稳定经济的这个信心。就是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美债的利率也是在回落，那就有利于 A 股的这种企稳啊。毕竟来说，就是说它也有这样的一个效应。第三呢，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经济数据来看呢，这几个月特别高频数据，这两三个月呢出现向好的势头，是吧？虽然达不到我们很高的预期，但是也超出了我们的高一点那样的一个预期，说明呢就是说经济复苏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苗头的，加上我们后续的财政政策啊和一些产业政策的不断的推进，我们认为呢后市会出现这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加上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像这个大基金呢、啊、以及这个 ETF 的申购啊。也是连续两周也是在增加，也就是我们最近也看到了明显的这个增量资金出现啊，不然这个上万亿的成交量在昨天也很难出现。所以说我们从目前来看，市场情绪也是处于回暖之中，所以我们认为像目前这个格局之下呢，反弹大部分还会延续，只是说的幅度这个成交量呢确实有些制约，但是呢我们看到市场资金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个就是小盘的或中小盘的一些科技啊等等一些展开了这样增量这个流入的这种行为，所以我们认为是震荡反弹会延续一个时期。加上呢，我们从这段时间来看呢，我们指数图我们也看到了啊，我今天也带了一张指数图。那么指数图里面主要是讲的是市场走势的一个方向与资金的一个分布。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明显在低位呢出现了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增量资金的介入啊，只是说目前的这个红色的区域呢。比较短小，也就是说我们相对而言呢就是微弱一些啊，期待就是后面的这个不断的这个资金的入市或者长期比如说市场广泛在讨论啊，平准基金是不是可以去入市啊就是投一投大盘呢、啊、这是也是有可能。所以总体而言，市场目前还是情绪向乐观的在发展，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个筑底震荡盘升的一个行情。好，就是依然还是能够维持一种震荡盘升的格局，对啊，只是可能速度上没那么快，对吧？空间上还要边走边看，是吧？对。好，赵鹏鹏也从期权的角度啊，波动率的角度跟我们来分析一下，指数还有反弹空间吗？首先我们说就是上周其实来就谈到，就是因为之前的一个快速下跌导致了波动率出现了一个快速上升，然后呢连续这个五天的反弹呢波动率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回落，但是呢其实从各大指数的波动率的角度来看还没有回落到那个一个相对来讲极低的位置，就是我们说因为现在波动率的运行与市场依然还是反向的，就是市场上涨波动率回落就相当于可能之前的这个快速下跌之后市场开始趋于一个相对平稳和信心恢复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没有回到一个很极值的低位，所以我个人偏向于短期市场应该还是有反弹空间，但是因为波动率的数值是下降的，所以就是说短期在出现快速反弹的概率不高啊，我个人偏向于不高，可能整体会从一个这个反弹之后，因为现在其实各大指数都画了一个V型嘛，就是在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震荡，就是这个来回反复确认一下支撑之后可能小幅抬升，这个反弹空间还有待观察，因为毕竟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量能，因为我们之前也一直探讨就是说这个市场目前的大量的增量资金现在是看不到的，基本上当时在底位是有这个我们说汇金的这个增持带来了一些这个市场的信心和一些增量资金的入市，但是后续是不是会有持续的这个资金流入，或者是我们说北向这边其实昨天和今天两天还是呈现了一个净流出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就是说依然还是会有这么一个资金和量能的之间的博弈，所以说在量能没有达到一个稳定万亿的成交量之前，我们说市场的反弹是有可能延续的，但是可能反弹的空间还有待观察。来看看张耀文，也从你的角度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你认为这个反弹能不能上去继续延续？
好的啊，这个我认为这里是可以持续上行的啊，就是，但是大家注意啊，就是重要的底部从历史上的这个数据上来看，没有尖底，没有单底啊，都是一个复合型底部，所以说我这里认为双创指数等待复合型底部的一个形成，后期的话应该有望领涨。那么我说一下我的这个观点的这个逻辑啊。就是最近大家可以发现，汇金增持了300的指数基金之后，其实这段时间它每天都在增持。那么社保昨天也是进场了。那么社保进场之后，在历史上社保基金在重要的大熊市都是转折点的时候过来，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大家注意。我们可以发现啊，社保在22年的时候，这个22年当中，2008年、2018年、2022年这3年是亏钱的，那么没有连续2年亏钱过。那么同时他们管理的这个规模是差不多3万亿不到，所以说跟北向资金比起来，应该来讲社保这部分资金是比较大的。那么整个社保基金它的重心其实还是在国内的资本市场，那么这一次它联合的是这个证金、汇金，包括再说这个险资可能部分还会入场，那么这就带来了整个市场的一部分比较大的一部分可以看见的、可以预见的一些增量资金。那么这次还有一些民企、央企在增持，所以说整个市场在这一个阶段，从市场的资金方向来看，应该来讲是会企稳反弹的。那么同时我们会发现，在24号的时候，10月24号的时候，我们的双创指数50，它的估值已经创了上市的新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比较看好它中期修复的这个空间。那么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这段时间内，市场的这个利好，包括整个市场的大家的信心，不断的在积累的过程当中，创业板啊、医药啊、新能源啊，这些做多的力量在一个积累的过程当中。那么外部的政策的环境的改善，我觉得中线可以看一个反弹。那么这里有一个技术点不是很好，就是创业板的指数跟科创板的指数目前还是在30天均线左右做一个争夺，创业板指数是1970点，那么它还没有有效站上。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会比较观察除了本身的政策刺激以外，会观察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金额，也就是刚才王老师所说的这个万亿，它能不能形成一个常态，而不是说偶尔的来一下然后再回调。那么现在马上就要到年底了，就是对于很多这个基金的排名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需求，所以说整个市场在这里我是比较乐观的啊。主持人好。这个指数这个层面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刚刚三位都提到了，就是大家可能要进一步去观察哈、比如说成交量的配合呀，然后还有就是北向啊，北向资金它是还是大幅度的流出，还是说它是一个来来回回的这种开始拉锯了啊？但是我觉得在当下这个市场的环境而言，我觉得大家普遍有一个共识，就会觉得说上面的空间其实非常有限，下面的空间似乎也非常有限，因为到了下边你就会发现有政策。有各种托底的政策啊，但是上去呢不能光靠政策，政策只是托啊，你要上去，你要打开空间，你要形成某一个方向的这种做多的持续性，你肯定要有别的硬核的基本面的逻辑去作为支撑啊。但是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不妨碍大家找一些个股的机会啊？双创指数我们来看一下吧，创业板啊，今天是0.48%的跌幅。虽然说新能源这边是拖累创业板的一个方向，但是呢，创业板这边最近开始动医药了，对吧？医药也是创业板的核心的权重之一啊，所以似乎也能够起到对冲的作用。那科创50这边呢，基本上就是半导体，另外呢，它也有医药的核心权重啊。所以是不是也能够对冲？所以这两个指数是不是还能够继续活跃？意味着啊，你别看上证指数是不是有多大的空间，但是个股啊操作性上还能够维持吗？啊，王荣奎怎么看？这次连社保基金也是重磅的发声啊，就是说 A 股有具长期配置的价值。第二呢，这个要增加逆周期的这种投入。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医药股显然都处于一个。长期下跌释放的这个做空的动能，而且呢加上创新药和政策的调整集采呢等等都到了尾声，或者说有利于这个新医药股的加上创新药的不断啊，最近你看多肽等等所以说是迎来一个黄金的一个时期，所以大概率来说机构配置医药股呢成为一个防御和进攻的具有双样的价值。所以双创呢尤其在这个科创里面很多这个创新药也在里头。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半导体啊也是在发展，而且呢，尤其大基金又是在就是进入实体经济去投资几百亿，它引来材料啊，包括我们的工艺设备啊，大规模的就是上升。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双创指数大概率事件会延续这个提前筑底，尤其科创指数，我今天带了一张图，科创指数的，你看它的这个底背离已经出现了啊，底背离已经出现了。
啊，所以说，科创可能更优于这个创业板啊，创业板主要还受最近也是表现不错，主要是来自于像锂电池等等啊，这些电子啊等等，包括汽车电子它的一个反弹，所以相比较而言，市场结构性特征已经开始出现，也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双创指数可能会阶段性的会迎来一个反弹走高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所以你还是会看好就双创引领这个市场的反弹是吧？好，赵鹏鹏怎么看？首先我们说啊，就是双创指数这边，我们先谈这个科创板这边啊。科创板之前我们说，科创50其实在某些程度上还是具备一定中线配置性价比的。然后这段时间可能投资者也会发现，就是这两天其实有科创100的ETF， 就好几家基金公司在发这个科创100的 ETF， 同时呢也带领了这个市场中两大板块。因为科创100的 ETF 的组成里面有大概28%左右是医药股，然后有20%多的这个左右的比例是这个芯片，就我们说科技芯片。所以大家也会发现这两天其实相关的两个板块也是相对比较强的，在目前这个市场。所以短期呢，因为这个 ETF 是有一个被动配置的需求，所以说这两个板块在短期我相信应该还是会相对坚挺的。同时呢，这两天看到这个就整个机构的这个持仓数据，这个从医药板块的角度来讲 ，CXO 已经又成为这个从医药端配置的一个相对来讲的第一大重仓的这么一个品种。所以就是说我个人偏向于医药出现底部反转，因为可能回顾一下医药在这么几年中，其实它其实整体的调整，无论受到集采的影响，还是整个行业这个走势的影响来讲，医药在这个位置形成就所谓的行业底部反转的这个趋势的概率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所以就是说短期我个人偏向于可能科创板指数要优于创业板，但是其实双创两个指数在短期应该还是会对市场形成一个正向激励的一个作用，因为毕竟目前这个市场的成交量还没有大面积的放出，所以短期在成交量不足的情况下，一些小盘股的某些优势要优于大盘股。嗯，好，稍后我们来讨论一下有没有增量资金啊。张耀文也补充一下，双创指数的下一个阶段，你会觉得它俩是轮动的，还是说更看好哪个方向？可能更看好科创板的这个方向啊，因为刚才所说的是，我认为整个的华为相关的产业链它没有结束，那么华为产业链里面芯片啊、软件其实这段时间都有增强，那么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的主要动力，我觉得来自于这块科技这块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同时科创板的话，这边我也在观察，就是如果对于一些选股比较困难或者说不太会选股的朋友，可以看一下科创50的这个 ETF， 那么我觉得这个 ETF 也是到了一个历史比较低的这个位置，对吧？那么如果说这个软件芯片包括华为产业链它后面有发酵的话，那么这个 ETF 应该来讲也会有表现，最后你可能通过半年你回头看看，其实你买这个 ETF 可能要比个股相对来讲你的收益还更稳定一点。所以说这个科创板的 ETF 我会观察，然后科创板我优于创业板指数。嗯，好，咱们来说说资金的面的情况啊。因为北向资金呢今天又是一个加速流出的态势，从早上开盘啊就是单边的流出，全天最大的流出幅度呢加一起啊差不多超过70亿，但是最终收盘呢是有所回流，全天呢是流出了47.53亿。在沪股通和深股通方面，今天都是流出的，沪股通流出了14.64亿，深股通呢是32.89亿啊。就在这个市场啊，就是大家如果觉得要有行情，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你得有资金，咱都别指望增量资金，所谓的这种储蓄搬家、存款搬家了，这个你先暂时别指望啊。就市场有充分的赚钱效应的时候，那部分钱可能才会来啊。那现在市场呢，能够有存量的回补就不错了，从7-8千亿啊，上到9000亿、10000亿，甚至再高一点就是10000亿到12万亿啊。如果有这样一个水平就还不错，但是你会发现呢，好像这个资金啊还是比较的有限。昨天放大到了10000亿之后，今天就是9000亿了。我不知道今天这9000亿是因为大家看到北向资金又开始大幅度的流出了，所以按兵不动啊，不买了，还是认为市场没有可买的做多的品种了？王荣奎怎么解读？增量资金呢，就是其实有一些痕迹的。你看这次，ETF 的净申购连续两周都持续，而且主要集中在电子和医药这一块儿，还和计算机。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基金的仓位虽然是还是有小有发行的，只是发行位低，但是仓位提升了啊，就是基金新成立的基金偏股基金也有，也有，这仓位也在提升，而且呢，我们看到私募基金仓位的提升，也就是增量，也就是以前的观望开始买了些股票，因为毕竟来说，现在大规模的去做空还是面临也有它的这个负面的风险的，也就是说有可能大盘
突然暴起也有可能，所以说现在增量呢是有啊，只是说目前来说这个量达不到这个持续的是破万亿的这种交易量的格局。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就是今天个标股大量的回落，主要是还是因为这段时间跌破3000点之后强劲的这个连续的这个反弹到一个万亿，已经成为最近的一个比较大的量的一个量级，所以市场需要修整，而且个标股的回落，资金的这个流出撤离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在增量资金不到的情况下，个标股很难就是持续的这种演绎这种这个妖股的这种特征，所以说应该来说资金回流，然后呢期待或者做好这个就是新热点的这个准备。那新热点呢，就是今天盘中其实你比如说光刻机也启动了一阵子，然后呢这个相应的半导体呢也是在发力，而且呢今天一早就是医药股特别是辅助生殖也是开始在进行，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后期呢前期涨得大的或者涨幅比较快的经过上涨之后的回落导致就是整体资金处于一种今天应该是观望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不觉得是会长期会是这样，可能到回落之后还会再进行这样新一轮的，因为从实体经营这一块呢我们得到很多的信号，你比如说消费电子其实用实体经营来做，我们很多订单其实在大幅增加的，所以这一块可能是短期回落，长期还是会走高，因为短期来说都是消费端或者创新所带着新的机会，就像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减肥药的带动了整个原料药的这种上涨。但会不会这些都是属于就是偏题材性质的，你会觉得它是有比较明确的那种中线资金持续关注的吗？还是大家就是做一个短差，做一个题材，做完就走了？如果说你不是长期在实体一线去看的话，可能会停留在过去的判断，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反弹。但是实际上实体经营很多，由于这个科技的创新呢，你比如说消费电子啊，还有汽车的智能化，其实很多方面已经新的这种方向的订单，其实在测试啊，在增加了。所以说，也就是说，可能未来这一个季度，消费电子甚至成为一个重头戏，尤其你比如说像苹果的 M2 以及这个现在华为在11月份也发布 VR 大会，也就是说下一轮的焦点都是在进行，而且明显我们注意到光摄像头如果说新的电子设备来看是成倍的增加，所以说为什么前的微微光涨它是有道理的，当然它会带动其他的也会涨的。好，赵鹏也分析一下，觉得会有就是成交量啊温和的放量的这种市场表现吗？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把这市场资金大概分成三类啊，一类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类似于像国家队这种正金汇金的这种，他们呢可能更多的是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就是说市场一旦出现这个信心不足的时候，可能对于一些这个权重板块会有一定的加仓的这个动作，但是这个呢一般不太可能出现，就是市场如果很火热的情况下它可能会相对停一停。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可能所谓的短期的这个机构活跃资金，因为这段时间一旦量能不济的情况下，可能这部分资金它还是会在一些某些题材里面去做一些挖掘，现在目前因为前期存在这个底部托底这个动作之后呢，我相信短期这些活跃资金会在一些题材股里面去做一些持续的挖掘，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像今年年初比较表现可能比较强的类似于像数字经济这一块，到目前这个位置因为三季报也基本上披露的差不多了，其实很多一些公司的业绩也开始有一定的反应，所以一些活跃资金可能会在这些题材类的品种，包括像前期的华为产业链里面去做一些持续炒作，这是一部分增量资金。还有一部分就我们提到的北向，因为11月其实我们马上要进入11月份了嘛，11月其实有很多比较重要的会议啊，国内有两个，然后国际上也有一个重要会议，都是跟经济相关的，所以说对于这个政策方面的预期依然还有。同时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资金其实永远是追求逐利的嘛，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国内的这个市场上涨的性价比要比整个的我们所谓的汇率影响的这个国际这个来看的话，如果要高的话，我相信北向也会有一个持续净流入的这么一个态势，但这个可能是需要有待观察，只是要看一些这个经济数据是不是有明显的恢复，因为这个从上个月的数据来看已经有所改变了，如果出现一个持续性的恢复，我相信北向喜欢的一些品种可能也会有所表现，所以我觉得增量资金这边应该随着市场信心的恢复应该是会有增量资金出现的。
待会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啊。我看到互动平台上也有网友的观点是说，今天尾盘呢资金都在回补啊，所以暂时是当做洗盘来看待啊，所以是不是一个缩量震荡整固就是一个洗盘的动作，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互动平台啊来和我们实时互动。稍后回来呢咱们来说一说接下来市场当中热点的一个操作思路，看看高低切换哪些低位的品种大家可以做更多的关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投家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好的，谢谢主持人，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投家加油时刻。十月行情落下帷幕，十一月份也即将起航，哪些方向值得去做中线的重点关注呢？今天的月度福利就为大家揭秘有望在十一月份率先突围的品种。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在十月初的时候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过月度机构投资策略组合，当时重点跟大家讲解了这些方向当中机构所重点关注的中线品种。有些公司在底部受到长期资金建仓完成之后出现了明显的突破，那在回踩九月份所构筑的箱体平台之后，十月份第一时间形成了有效的启动信号，随后开启了月度级别的持续上涨。截止到今天收盘，累计涨幅已经达到了40%，可以说大幅跑赢了各大指数的月度涨幅，完全可以去做持续的跟踪和关注。当然这当中像这种机构重点建仓的方向，并且券商所重点关注到的方向，操作起来也会更加得心应手，同样能够有效持续的进行获利，还是非常舒服的。所以在十一月行情到来之际，今天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了最新的十一月份机构组合当中的策略池，那么您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抢先的领取到这份十一月机构所重点建仓的底部低位品种名单了。同样在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选股的思路，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我们通过梳理之后呢发现，我们首先是从券商发布的最新的十一月的个股当中筛选出了389只个股，再叠加机构看好的品种来进行优选，是剩下了80家。最后我们通过一个底部形态加资金的角度呢，是帮大家筛选出了12只个股。那么这12只个股我们现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同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带来3只精选案例，大家可以边听我讲边来进行扫码。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在整个十一月的投资策略组合当中，我们看到它前期的资金呢长期建仓完成之后，十月份行情当中出现了明显的启动信号，而这些公司在经历了前期大幅底部夯实之后，已经完全脱离了底部结构，并且有效的量价齐升，一举打破了前期平台的颈线位。那从9月4号到今天为止，累计资金持续加仓超过3亿元左右，在平台有效突破之后，说明这些公司有望迎来一个新的上涨契机，在原有的基础上资金建仓完成，势必后期会有一个拉升的动作。所以我们把这些品种呢都进行了详尽的梳理，您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同时呢还有第二家公司，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在第二家公司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有一些大幅超跌之后近期明显主力建仓并且筑底的公司，已经进入到了机构的关注视野当中。这些公司同样回到前期低点之后，目前已经在横盘震荡，并且在前期一路下跌的过程当中，主力资金明显打压式建仓，连续出现了底部吸筹的迹象。而在今天市场震荡的过程当中，这些机构所重点关注的品种再度出现转折迹象，在重要支撑位附近出现了稳步攀升，并且主力近期明显沉淀下来，那对于整个十一月的反弹行情当中，这些作为黑马的中线品种的方向就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了。那么今天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家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在经历了横盘筑底之后，最近3个交易日向上突破，同时下方的主力资金连续流入超过6000万元，也有望在十一月份的行情当中呢走出不错的波段行情。那么我们今天
天呢把这些十一月份机构所重点底部建仓的核心公司都进行了详尽的梳理，您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家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掐指一算，今日要到底。开会，今日一开盘，不要动啊！哪有这么有钱？还是要靠学习和坚持。听我的！交锋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老凤祥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好，欢迎回来，接着咱们来聊聊操作啊，看看市场当中这种高低切换的过程当中，低位的哪些品种啊，它能持续活跃。从今天的市场来看，我们看一下板块方面涨幅居前的，一个是焦炭啊，其实焦炭不能算低位，因为很多的这种煤炭类的品种啊，今年有在高位运行，是前段时间跌了，然后今天出现了上涨。医疗美容、个护用品、化妆品，怎么讲呢？就是今天其实很多票，它虽然是医药，但是它有新题材啊，所以这个今天是有所表现的。另外还有像互联网电商啊，还有一个房地产服务在下午出现了拉升，影视院线呀、文娱用品啊也有表现。那么在热点上呢，其实今天也没有说特别多的亮点，因为你看昨天啊涨幅比较好的像半导体，今天呢是一个高位震荡的格局啊。券商刚才我们也说过了，人工智能呢也一直啊是一个比较弱势的震荡。存储芯片虽然说昨天晚上有利好，但是我觉得大家好像更多的是把这个利好当成一个兑现点去看待。你看早盘是有冲高的啊，然后呢随后就出现了调整啊回落，包括像半导体啊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医药这个方向吧，其实也算是相对低位的品种，是不是有不断的有怎么讲场外的资金，不管是北向也好，甚至是机构开始回补这个方向了，哪个细分可能值得大家重点关注啊？张耀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对于医药板块啊，因为这个这段时间受集采啊，包括反腐等行业政策的常态化的这个推进，所以短期的这个行业政策利空应该来讲基本是落地了，所以说这个是有利于市场的这个稳定。那么结合最近披露的这三季报，整个的业绩底部也基本出现了，那么业绩底、政策底包括多重的市场底部基本确认之后，整个医药板块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共同药业啊、普利制药啊、恒裕、赛龙这些今天其实涨得都不错，有些都是涨停的。那么同时大家也会发现啊，对于整个市场的北向资金来讲，就是我一直讲，就是大家可能比平时会比较关注北向资金，但是北向资金其实并不神秘，因为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数据，就是北向资金在我们人民币股票资产上面是2.23万亿，从整个 A 股的市值来比的话差不多是4%不到。刚才我跟大家所说的一个增量资金里面，公募基金占8.9%啊，差不多有6.2万亿。所以说整个的市场我们可以把增量资金更多的去看一下我们的内资。在上两周过来做节目的时候，当时我说的混合双打是不是开盘的时候啊，这个北向资金走，内资也走，那么现在今天内资是进来的，外资它还在走的情况下，其实这个状态已经改变了。那么同时我们也发现今天尾盘的时候，关于增量资金的北向资金它是窄幅流出的啊，慢慢流出是收窄的。那么北向资金因为从全国各这个全国各国的这个股市的发展历程来看，大型机构其实基本上都是走在投资者的前面。那么这个影响到一个是研究实力啊、资金规模、人才素质，这个聪明的钱其实还大部分还是在他们那里。所以北向资金，我觉得它的买卖理由其实到目前为止它其实并不神秘。那么很多的大机构它其实基本都能掌握当中的这个逻辑。那么从北向资金的这个风格，其实最近也在变化，从最早的北向资金它做价投长期。
到现在北向资金它有一个游资化的风格的转变，所以说增量资金这边北向资金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神秘，我还是比较看好我们的这个社保，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家队，也就是我说的大资金在这段时间它有节奏的分批入场，后市它有望走出长牛。那么医药板块啊，它也是属于防御性板块，在今天整个的表现我觉得也是可圈可点啊，但是我可能更看好后面的科技，那么后面我再讲啊。嗯，好，医药王如奎说一下，其实主要就有一个重组胶原蛋白哈，就是有一些标的其实出现了上涨，但是是不是把它当成一个题材来看待，还能把它类比为当时的减肥药吗？还是说有其他的细分可以关注？嗯，其实这一块从实际角度其实关注很久了，就是已经快五六年了，就是重组胶原蛋白。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有些擦伤啊，或者一些以前的治疗方式，你是缝线呐、啊，或者等等，现在你可以擦一下就可以好了。嗯，它改变了一种医疗的方式和我们皮肤啊等等这个修复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组这个胶原蛋白可能就像多肽一样的，它既可以用减肥药，也可以用海默糖尿病、啊、对糖尿病等等，所以说它的适应性，而且呢它副作用。没见到明显的副作用，所以说，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重组胶原蛋白可能会更有利于这个我们的这个医美啊，和或者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这个修复，可还是会成一个创新的这样一个存在。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它，现在在低位才开始，就像那个我们看到这个多肽，其实在9月份、8月份来了一波，但是呢。这个在上周之前就是又来了一波，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重组胶原蛋白这个还有一些创新药，还是短期不错的一个机会。而且我们经过统计，这段时期这个机构的配置加上这个资金迅速流入，从目前来看也吸引了这个就是也是吸金大法吧，向这边在走。所以说在前期很多主流热点纷纷进入调整或者处于一个阶段性头部时候，他们很可能会接过这个资金的这个牛肉的大棒。那在这个尤其我们看到这次医药中国的医药的一些政策也是在特别有利于创新药，而且创新药呢现在很多创新药就走到美国 FDI 去批准，然后呢去发展。这段时期呢我们看到这个创新药呢明显这个也受到这个机构的这个回补，所以说这一块呢医药股可能是一个中期的一个行情。嗯，就昨天也说到这个机构的问题啊，就是如果大家去看三季报，你会发现其实环比仓位在机构的持仓的仓位上提高的比较大的，就是在创新药方面，就在医药这个方向。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市场其实公募并没有说重新又进入到一个高速发行的啊大规模发行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你看到说哎它已经把这个相关的品种的仓位开始进行提升了啊，当然你跟过去历史上来比的话，它肯定还有很大的这种提升的空间啊，但是就当下的市场而言，是不是还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疑惑一点，你会觉得还有进一步的，因为你又没有办法新发基金，对吧？对，你做的其实就是一个腾挪，对吧？你三季度它减的最多的是什么？计算机、电子啊，然后应该是计算机啊，然后你加到医药上，那你接下来还有空间吗？现在先总体仓位在80附近吧，70-79，对，总体是。就数据测算哈，但是可能有一定的偏差，但偏差不大，因为从过去经验来看，空间你再就上到90了吧，就是这个，但是在单行业板块里面上升的空间就不大。但是大家看看这个 F 十资料啊，其实你看到很多机构保险资金在，我举个例子啊，这个不是推荐，好，像汉语药业，当时买我们都很不了解，不了解、但是后来证实它跟减肥药有关，保险资金买的是对的。而且涨幅还是，而且买那时还是跌的，但后来在10月份就是迅速体现了这个他们的机构投资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说，他一般保险资金的选择，基本上他也是深思熟虑，综合了各个方面的，就是缺一个条件，他可能就不会就是大举入场的，而且当时汉语药业还是亏损的，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这次社保，尤其社保资金喊出来，就是说。A 股具有长期的配置价值，而且呢就是逆周期的这个投资，所以我们想到可能医药股就是他们的首选，所以应该来说，在增量资金的进入医药股的情况下，因为它的也可以作为避险的一个方面来考虑。好，就是有防御性也有一部分的进攻属性啊。好，赵鹏鹏怎么看医药，哪些细分可以重点关注？
首先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位置，可能对于医药来讲，要提示投资者，就第一个是因为前期可能受减肥药的这个影响，就是走的可能相对来讲更强势一些。医药在这个位置呢，防御属性相对来讲更好一些。但是呢，就是作为投资者来讲，第一个，其实医药它的细分领域是非常多的，像这两天包括今天市场的炒作的这个风格，已经开始从之前的这个创新药开始偏向于所谓的医美。或者我们说因为后面有这个双十一啊，就开始像一些就是类似于偏消费这一端开始有一定的这个转变。医药这边呢，我们说因为它其实内部构成很复杂，包括像这次减肥药上涨，很多跟减肥药相关的一些品种就都开始上涨，但它们其实可能有些药连二期临床都还没过，就是纯粹的是蹭热点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讲，我个人偏向于就是如果你想去做这个医药板块，就作为一个在目前这个市场可能相对低迷的一个防御类的品种的话，我可能更推荐是以这个 ETF 这个形式来看待整个这个医药板块。因为医药板块这个囊括的范围太大了，而且很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创新药也好，或者 CHO 也好，它可能就是单独一家公司这个业绩暴涨的概率也有，但其实业绩暴雷的概率其实也是有的，所以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难去选择。在这个位置我们要提示投资者几点，就是第一个，就是类似于像减肥药这一块，可能就不建议大家再盲目去追高了，因为它的空间肯定不会有一个很强的持续性。像今天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胶原蛋白这一块的话，可能在医美这一块会有所发酵，但发酵可能更多的逻辑是类似于偏向于消费或者是医美这一块可能为主，但是它的持续性也要有待观察。所以说医药这一块如果投资者想去布局，我可能更建议大家以这个行业 ETF 的形式去参与，可能相对更安全一点。嗯，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其他方向啊，科技，然后还有像券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低位品种。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的是陈伟，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陈伟你好。好的，您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陈伟。今天的指数虽然没有往上方进行突破，但是显示五日线还是有支撑的，同时个股和题材高度的活跃。那么今天啊，我根据最新的一个市场现象总结出一条规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涨幅最大的品种背后都有一个规律，比如说高新发展在三季度就获得了 QV 的重仓和新进买入，最近九天已经是连续涨停板。天龙股份最近五天连板，三季度也是获得 QV 的持仓163万股。启明信息最近四天三板，在三季度也同样获得 QV 持仓53万股。几家公司最近表现都十分的活跃，而共同的点都是在三季度获得 QV 资金的逆势重仓或者是加仓买入。那么这背后是否可以作为我们近期的选股依据呢？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 QV 资金，其实就是国外投资者在我们中国的投资道路。由于具备相对较高的专业技能，所以啊被市场称作是聪明资金，也是我们 A 股重要的投资风向标。而经过多年的周期轮转呀，很多 QF 机构在 A 股的年化收益率依然可以保持近20%。所以今天啊，我们以 QF 作为学习对象，带来一份最新 QF 在三季度有过加仓或重仓的持股名单。朋友们现在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得这份资料，叫做 QF 基金最新重仓低位个股名单。好，我们今天关注这个方向，不只是基于近期的市场表现，其实今年以来已经有许多 QF 重仓的个股啊表现十分出色，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它的持续性如何。首先我们看一下宇腾客车，早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啊，它就获得两家 QF 的不断买入，并且重仓持有2300万股。今年它连续的走出趋势，最大涨幅达130%，甚至直到今天为止，它的股价依然在高位保持顽强的横盘整理。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叫做智云股份。早在一季度，它的股价也是在低位啊弱势整理过程当中，但是由于获得 QF 的加仓349万股，而之后呢，不仅公司筑底完成，而且连续的进入到上涨通道，整个涨幅达102%。所以朋友们一定十分关心啊，不管是今年以来还是最近的时间 ，QF 有持仓的品种似乎很多表现都十分不错。那么还有哪些是 QF 现在持仓的，但是股价位置比较低的类型呢？朋友们不用着急啊，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得以下这个选股思路最后的名单。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思路，目前三季度获得 QF 最新重仓的公司有914家。不过其中有很多业绩表现不一定好，其中业绩保持
翻倍增长的公司有115家，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剔除其中股价已经大幅上涨的品种，优先关注那些技术面位于低位刚刚起涨的类型。我们经过筛选之后发现有3家是比较符合这样一个思路的。好，如果朋友们也非常关心大盘未来方向，想参与最新的 QFII 选股思路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您就可以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领取我为您准备的这份资料，叫做 QFII 基金最新重仓低位的个股名单。大家先用手机微信按照文字提示扫码领取。下面我们看一下名单当中的几个案例。第一个，一个国内领先的汽车底盘龙头，同时供应奔驰、比亚迪等龙头客户，今年以来股价一直在筑底过程当中，但是近期啊开始尝试往上方进行突破。而我发现它在三季度也同样获得 QFII 重仓持有1.56亿元，考虑到三季报持续稳健的高速成长，所以我非常看好这轮的反弹空间。再看第二个类型，一个弹药装备龙头，近期由于受国际环境影响，国内很多军工企业收到了大量的新进订单，而这家公司呢在三季度创造了近3年同期最高的净利润，因此股价有着较高的弹性空间，而技术面确实已经摆脱下降趋势，进入到反弹周期。而该公司也是在三季度获得 QFII 新进持有，而融资资金看好这样一个趋势，连续4个星期大幅的净买入。朋友们如果也非常关心它的话，用手机微信扫码领取。再看最后一个案例，一个小市值低价的整车制造龙头，三季报净利润大幅的翻倍成长，但是股价却刚刚完成筑底，进入到上升趋势，它也在三季度获得2家 QFII 重仓8000万。好，以上都是根据最新的市场表现带来的 QFII 有重仓但是股价位置相对较低的品种，为了提高成功率，我们进一步的参考了技术面和基本面的业绩，希望对大家未来的操作有过帮助。以上就是我根据最新盘面形势带来的选股思路，大家如果也非常关心 QFII 最新持仓变化的话，那么现在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按照文字提示进行操作，就可以领取这样的一份资料。好，以上是最新的分享，感谢收看。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不跟随也可风华万象，不怀疑学会欣赏自己，专注坚持打造属于自己的故事，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3个世纪的经典。90年代，收获是一份仪式感，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千禧年，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后来，收获是掌间的金融图标，信息很多，答案却很少。现在，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是专业赋予的省心与便捷。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掐指一算，今日要抛一台火业，今日一开盘，不挪阳动啊！哪有这股神？还是要靠学习来挣钱。听我的！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老凤祥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第一财经20周年庆感恩回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家 APP， 限时领取30天的 VIP 使用权。大咖在线直播点评，捕捉市场新风口，三步买卖指标揭示个股的强弱区间，规避交易风险。四维度深度整股，看清趋势走向。功能升级，福利升级，体验升级。现在就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家 APP， 更多惊喜好礼在等着您啊！
接着呢，咱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数据。首先呢，刚才说到北向资金今天是以流出为主的，47.53亿的净流出。沪股通方面呢是流出了14.64亿，深股通方面呢是流出了32.89亿。在两融余额方面，这是截止到昨天的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陡峭的攀升，而且应该是创下了近期以来的两融余额的新高。在新股方面，我们看一下。明天呢是有一只新股申购，然后有两只新股上市，还有一只品种公布中签号。微信平台上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啊，今天是57%对43%，还是选 A 的比例更高一些，认为蓄势之后还能够继续上行，但是看多的比例相较于昨天啊是略有下降的。仓位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一下，今天加仓减仓的比例是一致的啊，仓位不变56%。好，接着呢，咱们来说说科技的方向，哪些大家还可以去重点关注啊？张耀文刚才说到了，说说科技啊。今天下午是光刻机有异动，然后存储前两天比较活跃啊，设备今早有异动，接下来怎么看待？好的啊，主持人，就是大家知道我比较看好这段时间比较看好光刻机跟光刻胶，一个是设备，一个是这个机器啊。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我记得礼拜六、礼拜天，就是上周六、上周日。两天其实整个市场发酵最多的一个概念是光刻胶，那礼拜一的时候其实本身我们是瞄准光刻胶板块，但是整个市场光刻胶板块被医药带了一波节奏，整个光刻胶板块、光刻机板块全部都是低开的，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对它是不是真爱了啊，就是我们讲要真爱不要伤害啊，就是你对一个板块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你不能因为它低开你就说啊这个东西结束了不做了，还是应该去理解它的这个理解力啊。就是大家会发现今天下午的时候光刻机板块从我看这个上面的排名是从整个板块排37直接跳到了17，整个光刻机板块是有发酵的。那么光刻机这个我这里简单的说啊，就一个是光电啊，对吧，一个是材料啊，这两块东西是当前市场的这个主流，那么反而是中游的光刻机啊，它这个没有太多的表现。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半导体的这个周期进入一个触底反弹的这个阶段，所以说增长最快的光刻胶产品一个是 EUV 还有一个是 KRF 啊，这两块东西大家可以后期看一下。那么从整个市场的这个风格偏好来看，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看的一个板块一定要有一个梯队，就是这个板块的梯队要足够大，它的上游、中游、下游都要有表现。那么新能源汽车为什么说一路跌到现在啊？就光能这个储能、风光储，其实也就是因为它的梯队不断的在一个负循环当中。那么我认为光刻胶板块的发酵，我认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到一个这个高潮，所以说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就是你看到光刻胶、光刻机板块的龙头在顶在前面，那么大家可以做它的补涨，只要龙头不倒你就做补涨，龙头一倒我也走了，不管是输是赢我就走。我觉得最近我用这个方法其实是非常好用的，就寻找，就很简单，标的龙头你不敢上了你不做，你把龙头选出来放在你的自选股里面，只要他们顶在前面，有资金封板或者说有高峰片的资金在前面顶着，那么你就做板块里面的补涨，或者说做他们的一个价格最低的，我觉得这段时间用这个方法非常好用。所以说整个的科技我觉得未来是非常看好的一个方向，就是拥抱科技。那么传统的消费其实我觉得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坚定的去看好科技，白酒啊这一块东西可能消费这块东西可能我不太注重，因为这些板块里面没有太多的想象力，同时这个白酒板块里面部分的这个品种其实当时的时候它的整个的市值已经超过了国防军工整个板块的市值，说明它整个的板块是溢价已经是这个很高了。所以说未来啊，接下一段时间我会非常关注科技啊，这个不管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啊或者出来某某新的概念、新的板块这种科技，我都会积极去关注它。那么同时，我们现在的时间也到了这个11月份，11月份其实是一个这个业绩的真空期啊。对于这个业绩真空期来讲，是最适合题材和主题投资的发酵的，因为当前不能被证伪嘛。大家会发现，每逢业绩报表的时候，就像我们以前考试大考、中考的时候，就是你要用数据说话的。那么中报、三季报、一季报的时候，很多的说故事的、说题材的公司，他就不敢去做，或者说因为他有数据对比，他有这个天花板。那么现在马上要到了这个11月份，所以说这段时间我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业绩的真空期，大家可以更多的去看一下概念呐、题材呀。这段时间是不会被证伪的啊，主持人。好，正好也说到啊，三季报也是落下帷幕了啊。然后呢，后市市场风格会如何演绎哈、就是在哪些品种上，可能会做一些切换的，是吧？哪些低位的品种大家可以更多去关注的？王荣奎怎么看？就一个是
季报就是表现比较就稳步增长的，这样可能会在年底会适当追捧一些，而且加上前段时间这个减持新规，这个可能业绩好的就有分红的潜力，所以这样呢相应的会得到关注。第二呢，我刚才还是接着这个科技方面的地位来讲，因为科技呢肯定是个泛概念，我再分个大的方向，一个是前面讲的生物科技，因为刚才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重组胶原蛋白，像人类像半月板呐、什么软组织都能通过它来进行修复，以前治疗是非常痛苦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创新，而且今年整个行情都是有创新带来的机会，从年初的ChatGPT 带着 AI 算力，包括光模组一个波澜壮阔的行情，这次这个像这个减肥药行情也不小啊，现在重组胶原蛋白，现在还有像我们这能像华为和苹果他们在以及我们在整个芯片这个国际这个竞争合作的关系中，中国逐步的完善了就是国产设备国产的材料这个整个产业链的重构，所以说我们认为这是个大机会。我们仅以这个半导体科技来说，这个合肥长兴这投300多亿，大家应该去调研的一些像机构啊和研究员，你可以去看一看合肥长兴，基本上里面都是写的名字的都是国产设备，而且它是2期3期的投入，这几百亿下来，所以说对我们的材料和以及这个光这个设备都会带来收入会提升不少，而且呢国产的设备是精密度越来越高，而且呢产业化越来越进步，所以我们认为其实这整个科技带来进步是值得是长期关注的。第四个方面就是像有华为和苹果不断的创新，那华为现在像苹果最近 M3 已经推出了，可以进军 PC 端，所以整个带来的半导体是长期的一个发展方向，它会改变未来的消费终端的会界限化会打破，你比如说我们以前拿个手机，可能为了手机没有了，是眼镜或者汽车都是变成终端，而在整个过程之中带来了消费电子剧烈的变革，所以说我认为就是低位的这个半导体设备材料都是可以进行关注的。好，赵鹏，我们也说说吧，板块轮动今天明显加快了啊，短线如何操作？首先我们刚才谈到科技啊，就是我们说今年因为马上到11月份也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基金可能开始会要有一个排名，包括今年机构整体的今年的整体收益一般都在11月就会落下帷幕，所以就是说上半年可能相对比较这个吸引眼球的一些品种，类似于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像 AI 对吧，像整个数字经济，像上半年也比较火的像传媒，这些可能近期也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消息面的一些刺激啊，包括就是像这个游戏版号也是这个10月份也是一个大量的批复，所以就是说对于相关这些板块，我个人偏向于短期都是会可能有一些这个活跃资金的关注，因为毕竟他们的成长性还是在的。第二个呢，就是刚才王老师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整个的这个 AI 带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转变，最终肯定是会落到消费端，就我们说整个半导体周期在这个今年开始，其实全球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半导体一个去库存周期来讲，其实库存已经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一旦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爆款或者是应用端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的话，对于整个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刺激还是相对来讲很大的。但是在我们 A 股市场角度来讲，可能短期最受益的依然还是材料端和这个我们说一个是材料一个是半导体的这个设备，就是设备和材料端应该还是可以去做一个中长线的这么一个布局，因为我们说未来这一块的成长性其实某些程度上来讲就类比于前两年的所谓的新能源这一块，因为毕竟他们的产能还没有提上来。然后操作方面呢，在目前这个位置我们依然还是提示大家，就是在量能没有起来之前还是要做好一个控制仓位的这么一个操作，因为市场的情绪在这个底部永远是会很反复的，大家的心态也是不稳定的，但是什么时候看到量能真的出现右侧形态的话，可以比较安心的去进行。好，以上就是今天今日股市的全部内容了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如何实现双碳目标？意见领袖张源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黄震。我们已经走进了 3D 数字人底层技术的无人区，在那里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代步车每向前一小步，都是下肢功能障碍群体人生的一大步。总有那么一天，物流中的人力会全部由机器替代，这就是物质传输网络的未来。
阴度到0.01毫米，机器人可以让植发像插秧一样的方便。从互联网大厂回到农村，我做起了新农人，盘活了200亩农场。建设美丽中国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这些学环境的人最真的梦想。在这个敲击键盘的时代里，我想用墨水治愈每一颗心。看得见，摸得着，买得起，用得好的移动智能机器，很快就能走进千家万户。